的我比较奇怪，可是我平常看来也有点沉默、yeah、像个小孩，也是我常常搞怪，也是我只是平常不喜欢表现出来，我认真做些什么却都是搞错，不知道自己最擅长是什么，自从有一天我觉得音乐就是我要找的自我，就算天塌下楼都能挺过饥饿也不算是什么，只要坚持我就能越过困难，就算没有人给我承诺，没有人在后面听我，只要自己有信心就能想大自我，有些人看不上我比较难耐，但是我平常看来也有点脆弱、yeah、像个小丑，但是我常常忍耐，但是我只能伪装把自己隐藏起来，我要去做些什么有没有搞错，不知道自己总在想什么，自从有一天我觉得自己是应该改变下自我，就算天塌下楼都能挺过饥饿也不算是什么，只要坚持我就能越过